再一个呢，第三个，我们从机械的效率的角度啊，小于等于零的这个条件来确定。那么效率的观点是这样的，就是当机械发生自锁的时候呢，驱动你无论多大啊，你无论怎么增大，它所做的功，总是不足以克服摩擦力引起的最大的损失功。那么这样的也就是呢。 这个 Wd 是小于等于这个 Wf 的。那我们根据这个呃机械的效率的计算的话，我们的机械效率的公式呢是：机械效率是等于一减去损失功比上的这个输入功的。啊，那么由于输入功是小于等于损失功的，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出呢，那就有这个效率呢应该小于等于。 等于零，啊，这样一个条件。当然，在这儿呢要注意一点，由于效率呢，我们说如果驱动力啊，如果这个机械出现自锁的话，这个机械没有运动，那你是驱动力是无不能做功的啊，没有功的。那你这个是怎么理解呢？那我们这个呢，应该从虚功原理去理解啊，就给它一个微小的位移，让它来给出得出呢驱动功。 和这个损失功啊，从这个就理解条件啊。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的话，就是说，从效率观点来看，就是当机械发生自锁的时候啊，这个机械的效率是小于等于零的啊。当然，在这儿呢要注意，这个效率啊已经不再代表了这个效率的这个意义了概念了。我们说效率是代表了这个机械对输入功利用的这个程度。 啊，既然不做功了，就谈不上什么利用，所以这时候呢，它不代表这个效率，而是代表的自锁的这种可靠性，啊，可靠性。那么这个可靠性呢，就是你的效率的数值小于等于零，它的绝对值越大，就意味着呢，它的自锁的可靠性就越高啊。那么我们利用这个观点呢，还是从这个千斤顶的例子为例。 啊，来进行来分析。那么我们说，千斤顶的反行程的效率，啊，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出呢，就是实际它的反行程的这个驱动力是 j 那么它的效率，反行的效率呢，就等于反行程的这个低向驱动力比上的实际驱动力。这个我们在前边呢，根据螺旋副呢已经做了确定，啊，效率呢是等于这样一个值。 那么我们令反形成的效率小于等于零，那我们可以得到 t a 阿尔法减范围小于等于零。我们可以看出呢，得出同样的结果啊，千斤顶自锁条件仍然是阿尔法小于等于范围和前面的分析结果是一样的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说，这个当驱动力任意增大的时候呢，效率总是小于等于零的，机械呢。 就发生了自锁，啊，再一个呢，我们还可以从呢这个机械的自锁的定义出发来研究呢这个确定机械自锁条件啊。现在我们看，那么这个是自锁定义的观点，那么定义呢是什么呢？就是当生产阻力啊这一定的时候，那你的驱动力无论多大啊，无论怎么增大。 那么这时候，甚至到无穷大，这个机械仍然不能产生运动，啊，那这时候呢，实际上这个 F 可以驱动无穷大，这个机械也不能产生运动。另外呢，或者说这个驱动力的有效分力总是小于等于它本身所产生最大摩擦力的时候，也就有效为 Ft 小于等于最大摩擦力的时候，那么这个机械呢，这个机械也就发生自锁。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这个呢是从定义自锁的定义出发的。那么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同样对这个千斤顶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它自锁条件。比如在反行程啊，反行程呢，我们知道反行程的这个生产阻力是 M 一撇，而它的驱动力呢是重物的重力啊，G。 那么 m 一撇比上 z 呢？它是等于 d 二乘上 tan 阿尔法减 phi v 除以二的。这个是由前面的反形成的这个驱动力和生产阻力关系可以得到这样关系的。那么，想根据自锁的定义，当生产阻力 m 一撇一定的时候，驱动力呢将来趋于无穷大啊。那这时候它的极限。 就是探听的阿尔法减范围 i v 等于零，这样我们就得到了阿尔法等于范围 i v 这样一个条件。那么这个是自锁的临界条件啊。但是我们还可以知道，就是当机械自锁的时候呀，总是摩擦力的一方大于或者等于驱动力一方。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临界条件的话，我们知道阿尔法。 代表了驱动力一方，范围代表了摩擦力的一方，那么这个摩擦力一方要大于等于驱动力一方，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呢，可以直接获得这个结论啊，呃，这个结果就是自锁条件，阿尔法呢小于等于范围啊，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一个机械的自锁具有方向性啊，一般来说，机械反形成自锁。 而正形成呢，它是可动的啊。那么以上呢，我们是从四个角度啊、四个方面对这个机械自锁调节进行分析。那么这些给出了这些结论啊，就是些要点。这个呢，主要是供同学们呢课外来去呃学习啊，课外学习。那我们对这个这几点呢，我们做一个小结。 那么，首先呢，我们从上面不同的观点出发，那么分析啊、呃，给出了机械自锁条件确定的四种方法啊。那么，在确定自锁条件呢，我们可以看出的关键是要搞清机械自锁的概念啊。所以，这个概念的理解呢，应该从不同角度去认识啊，这样我们才能建立这个概念啊，才能对概念有个完整认识。同时呢， 也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这个方法啊，所以从这四个方面，一个呢从生产阻力，再一个呢从运动服自锁条件，再一个呢从效率，另外呢还可以从自锁定义这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建立呢，把这个概念呢要搞清楚，再一个把它的这四个方面条件要弄清楚啊。接下来呢，具体用哪一种方法？ 这个呢，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选择合适的方法来进行的确定啊。这个呢，我们可以通过后边举一些例子来加以说明啊。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自锁呢，它是在一定受力条件下和受力方向下的是发生的，所以呢，这个自锁它是有方向性的。一般来说，机械自锁反形成自锁，而正形成是可动的啊。那么上述呢？ 就是我们对自锁条件的确定啊，对一个机械自锁条件确定，我们有了四种方法。这个呢，同学们下去可以逐步去理解。